婷婷，你快看看你奶奶，我们根本就拦不住。七、九、八、九、九、一百，好了，今天达标，走吧。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折腾个啥呀？什么味儿啊，奶奶？甜甜，去给你爷爷打瓶热水。哦，好。没事啊，一会儿翻个身，我给你擦擦就好了啊。你哪又有力气啊？我现在啊，天天健身，可有力气了。哎。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吗？啊？你上床睡吧，床上舒服。不用，不用，你睡吧啊。老伴儿。啊。我想回家了。醒醒，吃饭了。甜甜，我刚才梦见你爷爷了，你爷爷又给我扎耳环了。你说你个老太婆，连耳环都戴不好，以后没我了，你可咋办啊？现在年轻人约会啊，都喝这个，快尝尝。给我拍张照。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？你迷路了就别到处乱跑，在原地等我来找你。不是一着急就给忘了吗？你呀、啊、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个小孩子一样。走，咱回家。奶奶有点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那我再去做个汤，一会儿叫你。哎，陌生人哭过就走，如果大雨。老头子，这次我等不到你来找我。